地方、啊、我这个九华山的这个历史啊，这帮子可能不很了解啊，可能这个据是创说以外，我可能这个不太了解，能给我介绍一下更好一点。嗯，九华山可能他们也知道，就是四大佛教名刹之一。我们平时内地喜欢这样是碑志乱行，比如说九华山就是乱大乱地藏菩萨，他的这个乱呢，就是名称有的信做不到，非得要去做，就是一种大的情怀，是面向众生，比如要把众生都救，肯定这个看护比较熟悉。大家应该这个，大家一过。家里他本来就是一家嘛，一家，然后就是地域不同，文化有些差异，根基不同，是的，他们法门不同，是的，实际上按照一模一样，我们是一个主要的底色，大家一个团结起来，然后弘扬佛法，能尊重的人能做到。来到九华山，来到我们南方的这个佛教圣地，那么昔日的智慧，写日的文明，我想李世尊、李鸾是佛教啊，是最精。我今天也蛮高兴，今天也是甘露普降，恭请这个喀布上师为我们开示，大家鼓掌。师傅这个安排到这甘露寺，甘露寺这个名字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人气特别好。今天到这的时候，要跟甘露佛教这个人气特别好，我们在这个高僧一定要推荐了。明天是21日，这个刚好这个地藏王菩萨的节日，这个特别重要。那一定要这个地藏王菩萨的这个圣地，这个日子要刚好这个巧合，这个是这地藏王菩萨的节日。然后这个那么好的这个地点，那么好的日子，这个，然后这个那么好的这个金堂，刚才的师兄们说这个这里的这个甘露寺的法师嘛，可能特别亲近建立的这个特别好的法师，这样的这个那么这个好的这个姻缘的时候，这个注意要特别注意。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先我念这个《金刚经》的唱诵，是吧？谢谢。向大众举例，各大佛的殿，红顶堂里面，你也就同学结果，同学结果，比如说，今天教学时间，就同学结果。那么这些困难的，向你说的。
他除了客送机里面的这个不限吸烟品，大家知道了，刚才说了这个地宫里面地藏王菩萨的肉身电子，真正的肉身在这个里面，这个最主要的电子这个，这个地方，大家好好的发现这个，发现的是昨天已经我们说了这个，南殿这个一遍发现一遍，大家这个拉出来可送机这个送一遍普贤吸烟品。乃至西方世界去，众生集愿当发起，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闻菩提，十方所有普遍刹那庄严众宝如来，最是安乐世间人，即一切法为清净，我人于此生莲花一心与二生心。求生菩提心可量，我想功德过一遍。地方这个今天这个村里这个放生的
亲眼看见亲眼听见的这个他有同空，他这个地球安了，这个所有的人这个知道的，这个这样子的话，可能这个他要可能拯救生命，这个然后这个基础上，这个比方说这个按照放生的仪轨来，这个他放生的话，这个然后这个比方说这个三甘露水，这个然后这个这个放这个佛像经书，这样的话可能他要种下这个解脱的种子，这个我们可能这个对众生的角度来说可能很大的有利益似的。因为平常这个一切这个没有定期放生的人，可能这个参加这个放生的话，可能这个资金很大的有利益，参加的人这个资金也好，资金的以外的这个比方说这个朋友亲戚，这个信佛人也好，不信佛的人参加这样子的，可能这个方式有可能很大的要注意，很大的好处是的，来世要往生极乐世界的可能这个烦恼人们最受伤是的。有些这个比方说这个相反不通，这个互相可能这个不通解，这样子的话可能这个成立和不成立，还有不是不成不成立，这个一定要这个比方说这个负责人也好，下面放生的人也好，必须一定通解，才可能这个能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做这个善事上的这个更加这个比方说我们可能不通解的话，可能比方说不学佛的人，刚刚想学佛的人进入到这个里面的话，这个看见这个学佛人这个放生的时候不通解的话，可能会可能这个他们要可能生烦恼，这个还有可能这个造成这个不学佛的影响，这个小组也好，这个平常这个学佛人也好，这个通解是最关键色的，这个不通解的话可能根本没办法，这个比方说我们这个从这个行众到密众，这个道友不通解的话根本没办法这个解脱色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知道，这个还有自己不用说不解脱，这个造成可能这个被学佛，比方说被佛教徒的人，这个像可能学佛的人所有的人，这个对佛法带来不好，特别不好的影响，这个我们可能做不到对佛法这个弘法利生的事情，可能一定要不要造成这个对佛法的不利的事。释迦牟尼佛正法门的目的是这个为了众生，这个说的这个我们要可能这个尽自己的能力去，有些人这个里面有多有可能这个中帮助众生的能力，有些人这个少多少没关系，自己发心清净是特别重要的，做这个放生也好，做一定的功德好，然后照样可能跟到处都说，这样子可能不必要，可能自己可能发心清净，自己比方说这个我是可能放生，可能有些是求名啊，有些是利啊等等，这样子可能利益在名利在里面的话，可能这个你们要知道的，这个做善事要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功德。一个人过来一下，一个钟我一万块钱可能。今天这个方师兄做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像，生前的佛像特别漂亮。这个今天这个刚刚我他供养给我的这个地藏王菩萨的这个今天二十一的节日的时候，这个特别殊胜。
Thank you.
Thank you.